托 Super Junior 的福，可以第一次上台有这么多的尖叫声，谢谢你们。对，后面站太多帅哥了，其实有点紧张，再加上刚刚耳朵没有听清楚 Bibi 要上台，结果我误以为是 Hebe 要上台。没关系，好，重点是非常谢谢音乐台，然后也非常谢谢华研国际音乐的每一位同事帮忙我完成了这一张渺小专辑，然后最重要的是要谢谢所有喜欢这张专辑的你们，谢谢。恭喜田馥甄。